Among Us， 坦克模式霸气来袭，兄弟们给我冲！该模式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，每个玩家驾驶一辆坦克开始进行大逃杀，所有人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用尽一切套路活到最后即可获得胜利。因为该模式的特殊性，游戏中会上演各种勾心斗角、大义灭亲的举动，令人拍案叫绝。板凳准备好，让我们进入游戏。在开局30秒之内，所有人都不会动手，留给玩家寻找位置的时间。哎，玉儿玉儿，咱俩这关系要不要结个盟呀？这样啊，玉儿，你去假装和秀儿结盟，我去假装和浪哥结盟，然后咱俩把他们带到大厅，看我眼色行事，直接把他们刀了。飞哥，这样不好吧？不过听着挺有意思。嘿嘿，玩这模式就得用点套路，走去找浪哥。哎，这有个人，先刀一个开个张。嗯，玉儿和秀儿俩集合了，浪哥走，快过去把他们刀了。出来呀、啊、来决胜了。飞哥，终于让我找到机会报仇了，有本事你过来呀。我才不过去呢。没想到你也有怂的一天呀。那就动手吧。什么情况？你们两个竟然！没想到我堂堂浪哥栽到你手里两次了，我好苦啊。浪哥不要当真，都是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。哎呦，又来了俩，这俩也结盟了。好家伙，玉儿不要怕，那个我先冲，你在后面补刀。我去你的，玉儿快刀了他，我来跟他绕一下。哦，我技能好了，再见了您嘞。嗯，又来一个，玉儿啊，还好，应该没几个人了。走，这配合我看看还有谁。嗯，小兰，去你的，才不跟你绕呢，浪费时间呀。那个玉儿呀，过来吧，应该就剩我们两个了，最后的胜利就交给你吧，算是给你道歉了。之前那么针对你，确实是我不好。哦，真的吗？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想通了。当然，当然是骗你的啦。臭辉哥，你给我等着。浪哥、秀哥、玉哥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放过我吧，不要再追了。受死吧，辉哥，这都是报应。这次就给你个教训，看你下次还敢不敢。竟然套路我们三哥，胆子也太大了。哎，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呀。玩归玩，闹归闹，最后一局好好整。浪哥结个盟呗。你说也说了，刀也刀了，咱俩这终归还是兄弟呀。咱们去把他们全刀了，然后我们俩在大厅单挑。这次是真的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放心吧，教训都给了，我肯定不会再坑兄弟了呀。玉儿在这里躲着，这次就先不刀他了，有点害怕呀。哎呦喂，辉哥，你终于长记性了。走吧，去找找其他玩家。小黑直接刀了。管理室还有，浪哥快去。漂亮，还有一个，交给我。哦，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。还有谁？哎呦呦，等会儿，技能冷却，浪哥上，刀了他。给我追，一个也逃不掉。漂亮，接着找。别害怕啊，我先上。哦，去你的，浪哥浪哥，快接上，我技能还在冷却。漂亮，兄弟二人再次完成双杀，灰浪组合，还有谁敢过来？
不住了，玉儿。浪哥，就剩我们兄弟俩了，你动手吧。前几局我坑了你多次，你还手吧，不然我会很愧疚的。不，辉哥，兄弟之间不能互坑。好，好样的，我宣布，这局比赛没有胜利者，因为比赛第二，友谊第一。